现在布袋，我们等一下要来去吃个鲜科汉堡的。怎么会这么冷呢、啊？不要这样子说话好不好？吃到鼻子都是好像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快点干了，很咸就是。海边的味道。好啊，先去买活虾。等一下，我打算北门啊、布袋这一块的海水沟都随便试一试。反正大家买虾子，如果钓不到，我们还可以当晚餐吃。买了一台船外机，好，之后我们有新计划。阿财花棍，这个花棍到时候还可以拿来当壳。被打掉。啊，我 terrible。好，好一起，好一起。不要，不付啊。看他左手边，我这边拍过片，现在这边也算是一个热门钓点，哇，真的超多人在拍，超多人在钓的，大部分应该都钓鹅肝为主，我只觉得这里面应该有那种米吉诺。米吉是什么？米吉就是破米啊。哦。米，它跟我以为是一粒米的那个等级。那叫耐米。好像有了，哎、欸，中。欸欸、一包就起来了，比较没那么黑。还蛮美的。对啊。啊，钓到！哇，我一开你就钓到。中了！哦呦，就是他。OK。不是 OK， 昂走了。哎呦，哎呦。沿海好朋友昂走辣妹啊，这是微妙的走法，有机会哦，以他们这种抖音的个性在哪去，果然吃完了，来了，这个我的最爱，一定要吃。我们现在在个露营区，叫曼度渔光，它是安平区的，算是闹区旁边吧。啊，重点是这边除了有懒人露营区，还有一般露营区之外，这边还可以钓鱼。那我，你去钓，这边有钓钓床，钓一下。几岁的人还在要钓？好晕哦！哦哦哦！白痴！我被你弹起来！我被你弹起来！引人注意啊！大家都在看我，他们觉得是白痴，他快起来，很快走，要接好，接发低啊！这个有点快，好快啊！我刚以为你会，我刚以为你会狗吃屎，我没有意识到，看出来。那这边还有卖啤酒，它整个那个贩卖机都是啤酒，对啊。还行吧，但泡菜蛮酸的。是哦，嗯，不错，我觉得它泡菜就很酸，我喜欢。不够，不够，我觉得不辣。来啦，吃香肠啦。它不乖，我就给它这样压一下。它不乖，我就给它这样压一下。这样代表就好了啦，可以切就是好了。我不是在，我绝对不是在虐待它。OK。你喜欢黑一点。你喜欢黑一点哦，听起来怪怪的呢。嗯嗯。黑桥牌蒜味苦味，对啊，有肉，有熟吧？嗯，有。OK， 来五花肉，我现在先把它腌那个孜然好了。看到剪刀的下场，人家乱食用鱼刀，乱切一通，好丑的画面是，你好像是吃女吧？是野兽。嗯，好吃，不错。吃了皮那边脆脆。对啊。嗯。我手好长啊。对啊，我臂展193嘞。好，我要把这个饭加进去，希望是好吃的。我准备好糖、油鸡、啊、泡面跟泡饭。还有软吗？好辣！好辣！好辣
去问，刚刚去问这边30分钟300块，钓到一条鱼可以带走。哎，看这边很多红草，哎，他说坐那边比较遮得到阳了，可以开始给他看一下里面的鱼。哇，超多，超漂亮。好，哦呦，看还有变，还有变身苦，这变身苦，红草在下面。这边开好单子耶。没有人要理我。小鱼来了，很多这个扯蓝啊，丢啊！哦，一下去就中了。哦呦！它这个前几只鱼棒很多啊。哦。小这昂头，哎呦，力气这么大、啊，哦呦！而且这个跟海水连接有没有？嘿，鱼都有一定有点半野性。是啊是啊，这是叫野生的吗？半野生。好、哦，半野生。我们放两个多月了，其实它在这个海水、哦、其实会野化掉了。掉。哦。哦呦，很冲哎、欸，一下去就吃了。哦、前掌钓有没有？哎、欸，中鱼率极高啊！再见，昂沙哥要派。好、哦，昂沙、哦。我们刚才讲你其他也看没？哎、哦、呀，拉好，正常我是用到拉好啊。哎呀，哦，哎、欸、这把它捞起来啊！粗呢？对啊，一竿就中了。看到石斑在下面。这边，这区，嗯。有了，走！哦哟，哦哟，哦哦哦哦哦哦哟！吃到手把结啊！哎，超凹的哎，这是什么？超凹的。便宜要单。哎，示范。示范呐！示范。就是要给他带走了，竿子给他用断。这断竿是怎样？断竿，你刚刚钓到断竿，哎呦，太嗨没拍到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大哎、欸，很快的，哎、欸，它有点迟钝，很迟，哦哟，竿子在断掉，吓死，我什么吓一跳啊？不能用了呢，没关系啊，都就拿这段尾巴这段钓就，太好了，可以啊，好了。来了，再吹了，来了，快，快，哎呦，中了，跟你同一只，同一只啊，就两兄弟耶，嘿嘿，开始往下转，来，你看，来，呜呼，来，哎，不要，拍照，一，拜拜。他这边有加到钩，所以很快就可以解掉了。那个鱼有冰箱冰还是怎样？有冰箱。对、哦、对，这300嘛。对。OK。这是我断竿鱼。断竿鱼带回去处理，算不小，应该2斤吧，2斤300块买，算回本，算可以。